于今年四月宣布与老公分手，结束近八年的感情，并于近期正式离婚。目前生活极为低调的她，终于传出很快会有新的音乐作品啦。不过在自己的作品之前，艾黛儿决定来个合作暖暖身。乐团共和世代主唱莱恩泰德日前受访时透露，在他们正在准备的新专辑中，有一首歌曲将与碧昂斯和艾黛儿合作，甚至弹琴伴奏还请到酷玩乐团的克里斯汀马丁垮刀。消息一出，令许多西洋乐迷超级兴奋，直说年底就可以听到艾黛儿新歌，开心。美国和英国两大天后要合作，真的是太惊喜啦！FM娱乐整理报道。